关注进来的，我那个什么，你之前的名字是啥？欢迎一只绵羊，欢迎！你看我干啥？豆芽菜不给你介绍，跟我有啥关系？你这不闹的吗？欢迎小嘴抹了蜜。欢迎未来，欢迎你啊！你也不找，我给你找，你要啥样的？富婆不行，富婆没有。豆芽菜来连我了，你敢信吗？欢迎来。阿呆，灯牌又掉地上了，今天你要续灯牌不？什么情况？你家福说你不给他介绍对象啊？嗯，一个一个来，我有那个闺蜜多啊，我跟你说，我闺蜜老多了，是真的。啊，知道我你咋升黄金啦？是的，升黄金了。我休息了七天，我还升黄金了，豆芽菜是不是得气死？黄金了，我还白银了，我去，欢迎我狼哥。不是你家佛说给他找对象，你为啥不给他找了呀？我倒是想啊，但是我没有啊。你那有吗？给他介绍个你们那边的。你就说你要啥样的，你先把那个，你先把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要求先说一说，我瞅瞅能不能找。我跟你说，给你找对象行，你得让我赚点钱啊。哎呀，小默默，你那成相亲平台啦？那可不是嘛。你太叽叽喳喳了。干啥？我不说话，我还能干直播呢？你这不闹的？你那边怎么样？你那边玩一把不？我这边，你那时候是手势，你今早怎么开这么早？老早就开了，睡不着吗？爹哪！我之前的时候就这么早开播。站起来看看线条一些，你咋不叫豆芽菜呢？那身材好了。你没看着那雷吗？你瞅我这豆芽菜的身材干啥？好好说话。耶，行了，欢迎荣白贼帅，你几个咋不说话？我小文哥把灯牌亮一下。老实了，好吧，我好好说话，怎么回事？我小文哥把灯牌亮一下。我能不能像上次半个月这样？不行。默默，我这人上动了心，我跟你说。把你那边的歌有票没有票？有票没有票？哥，你有票吗？看看你，他一个小婆娘看不见。小文哥，你有票吗？你不要问他有没有票，人家哥能差你这一点儿吗？人家只是没出手，出起手来，我跟你说能吓死你的。我哥问他，有票没有票？有票没有票？说我还好没有念出来，我要念出来了，我跟你说得嘎。这得嘎你呀、啊！他说你雷哈。谁说的？哇塞，那种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我家哥哥说的。你家哥哥谁呀？拖出来，我要揍他！让他过来我这里说，我骂他。你揍不过他，你骂你也，你骂说不定呢。骂呀，骂那肯定。我那个评论互动，你们俩继续，我不说话。欢迎我大王，加油，努力，拉屎要用力，来帮小王打个招呼吗？来沙丘，你们能出手吗？出手就打一把，揍一把他。什么？我得问一下呢，我这哥，他有时候能出手，有时候出不了手。问啥问？人家心情不好，你就给说一说；人家心情好，你都不用问，你都不用问，人家直接给你上了，人家能差你这点儿了。三
等你回来。谁呀？这谁呀？不要等他了，他要不他要来我们云南，万一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我来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揍你呀？干什么？大王把灯牌亮了。哎呀，揍我啊！多少票啊？哎呀，揍你们99票就揍得过来了。来，来呀、啊！来，这么嚣张，万一一生一世，来，来揍我、啊，我给你揍的。不是，我手上还没打呢，我手上输了嘞，首次帮送你翻倍哎。还用过、啊，哎呀，压过来，刚不赢就让从你那边压过来，万一一生一世。我们先不出手来的，我们家看看你家票一下，你要能压过来，我就那个什么，前前喊一下票破个十还是行的。破个十啊，我这好像也只能破个十。那你也说个得人。欢迎十三，欢迎我大爷，谢谢点。欢迎大汉的无奈，欢迎大爷，让你那边的哥过来给我上点票。你在想什么？你猜我为什么接你的 PK， 不就是来蹭医药费的吗？为啥？我还不能动哦，谢谢，我又不是木头人，我还不能动哦。出个手嘛，大哥们，阿雷干嘛嘞？你家点赞组都没有的、啊。点赞的都没了，点赞的都跑完掉了。来出个手啊，大哥，哥，咋一个人了呢？谢谢徐三叔的玫瑰，谢谢默默的粉丝灯牌，欢迎景鹏路过的家们，感谢徐三哥哥第一次来我直播间，哥哥姐姐们出个手，你动那个雷太耀眼了，死远一点，出个手呢？欢迎黑走啊，欢迎啊。那边快上票呢，这把我肯定是。哎呀，这你能不能破死啊？两个人破个呆死，欢迎赵五花油粉。你破个死，我那个什么，我好喊票，我喊票，说不定那啥。你喊吧，你没事，你喊吧，十肯定能破，后面破先喊，差一个人过一下加团。你现在破了，你别扯这些，你现在破了。现在人很多是吗？你这不是滚刀来的吗？我想要玩结尾。你怎么知道我滚刀嘞？你这属于滚刀行为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管，我有我的生活。呀，十三哥哥不是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呀，改名了。你给点医药费不？欢迎叶二郎。什么医药费？什么医药费？我这14票打你，你要医药费？不管啊，你手上打了没？哎，医生说先没呢。你手上还没打呢？我现在无所谓了，我现在黄金段位，我那个已经升上来了，我黄金二差太多积分了，我应该不升了。对，你叫我玩一把过程行不行？玩什么过？不对，我让我玩一把结尾行不行？我那鬼点子都想好了。那你得把票压过来呀。啊？那你哥来给我破个十。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怎么办？家人们，受不了啊！我忍呢，我的人呢？我想说我的人呢？哎，人全跑了啊！我人跑了，来了几个小实在不行，你家偷个塔，你别用你大号在那点赞来的。不要点赞，我们惊人啊！你自己的头像挂在那里，你说，挂机，我要滚刀，你滚个屁的刀！哎，我昨天。我自己的号快九级了，就我自己的号在直播间快九级了。欢迎音乐宝宝，来我直播间的七个人呐、啊，这能出来跟热气球吗？我、哦、音乐宝宝，你看看他
不是，我这眼睛看到我心愿当是热气球，我想说哪个能变成热气球？你别闹。我连个比心处处，哎呀，亲吻都不得已没有。欢迎黑黑哥。哎，好尴尬的那位嘞，咋我俩咋这么惨嘞？我没喊票呢，我不惨，我能喊着。